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聖パカク、早く聖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，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哎耶！怎么会看到我跟泰山在一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是新企划，是红杆老司机，你们看就知道干什么了。我们第一集，我告诉你，第一集的特别来宾邀请到就是重量级，来，我们欢迎这个罗拉。嗨！哇，你看，哎，第一集就来，会不会觉得开不开心？我们的第一个最新企划，我觉得他怪怪的。有点像痴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啦，那这个第一集，我跟你讲，你使命非常的重要。是。往后如果没有出现第二集的话，啊，那 就代表后面都是我吗？就不是，就代表第一集效果不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马上上路，让大家看一下红杆老司机在干什么。走吧，出发。会吗？红杆，我们有红杆的，红杆，红杆，站在那边，出发。哎，要弄泰山好开心哦，是这样。哎，嗨起来！红杆老司机，你跟罗拉说你好，初次见面。你好，初次见面。哈基梅马西德。哈基梅马西德。你好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泰山。你好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罗拉。哈基梅马西德。我刚讲日文是因为我有在日本留学打工过。刚讲日文是因为我在日本有留学打工过。哎，你的语调也有点日本腔。有吗？嗯。所以我走的是比较像杰尼斯的路线。什么？所以我走的是比较有像杰尼斯的路线。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哦，是哦。那你喜欢日本吗？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那你有喜欢的番号吗？啊？番号。好，没关系。A 片，我介绍给你。没关系，我介绍你一个番号，你可以去查一下。SSIS 什么啊 ？-678，好，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好，要记起来了。好啦，那我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。好啦，那我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罗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拉。大家不要每次都把他搞成罗拉，真的很不尊重他。真的很不尊重他、哦，超级。我最喜欢你那句开场白。嗯哼，你有看我频道？我是罗拉 ，I am 罗拉。我是罗拉 ，I am 罗拉。那个是雷拉的开场，我是罗拉，是我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好闹哦。那今天罗拉来估车，我们刚好有机会来试试他的车。那我们准备出发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技术还不错。你不用担心啦，我技术还不错。你知道下面两个踏板的作用是什么？废话，油门跟刹车啊。那你有两个一起踩过吗？那你有两个一起踩过吗？没有。那你知道两个一起踩会怎么样吗？会干嘛？车子会截图。车子会截图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我截一下给你看。好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用担心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个是油门，一个是刹车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个是油门，一个是刹车呢？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准备就出发哦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右边的是刹车对吧？右边是油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出发，那拍起来。好啦，出发出发。哎，真的会开吗？你确定你会开，是我来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要。我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准备打档哦。打灯档。好，踩油门。车怎么没走？我不会走。不是，你打 N 档干嘛打？你先踩刹车。哦，低档才是。哦，你踩了吗？我踩了，我踩了。而且你手刹车没拉。好，那没问题，那出发了，那出发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天哪，好恐怖哦！你放心，我是老司机。放心啊，你要把我带去哪里？我是老司机，不用担心。我是红杆老司机。我是红杆老司机，你要跟到红杆下去。好，泰山说之前有看过我们的频道吗？请问你之前有看过我们的频道吗？
曾经看过啊，曾经对，这个意思应该是昨天晚上才看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常看你的影片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尤其喜欢看你模仿邓紫棋，尤其喜欢看你模仿邓紫棋。哎、欸，那是雷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有看。你打高尔夫球那一集？你在说谎。你打高尔夫球那一集啊？哦，有有有，我有打高尔夫球。超正的。我是说教练好正。啊，我是说教练超正。哎、欸，你是真的有看教练是男的？哦，教练是男的。没错，就是男的，我就是要男的。教练是男的。对，我就是要男的。可以介有机会可以介绍给我吗？你不喜欢女的、哦？有机会可以介绍给我吗？可以，但。你不喜欢女的，我喜欢、啊，我都可以。你好花心、啊，我都可以。哈，我这样讲话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我这样讲话你会觉得不舒服？有一点。没关系，讲出来比较好。没关系，讲出来比较好。因为稿都写好了，我们也不会改。因为稿都写好了，我们也不会改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那我可以问你吗？你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年纪大，然后多金。哎，那刚好。如果大约40岁，那介绍。如果大约40岁，高高的，40岁可以。高高的，有留个胡子，戴个胶框眼镜那种可以吗？戴个胶框眼镜这种可以吗？是说你吗？我不行耶，我不能胡子。那可不可以？勉强。我、勉强。好的，我帮你转告 MC Hotdog 热狗。好了，我帮你转告那个 MC Hotdog 的热狗，我跟狗哥蛮熟的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讲，你好像有点像。哦。哎、欸，那刚好，我另一个绰号叫做熊族天菜、哦。叫做熊族天菜。你是天菜。熊族的。熊族的，对。也许我们可以当好姐妹。也许我们可以当好姐妹。哎，我用这一招交了很多好姐妹。不过跟那些姐妹好一阵子没联络了。不过我跟那些姐妹好阵子都没有联络。为什么？因为都要透过律师。因为都要透过律师。你性侵他们吗？我没有。说好不礼貌。先生，你不能自己讲话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不要废话了，我们试试你的车就好了。买车的时候要试车，你觉得交往前也要试车吗？那买车前要试车，那你觉得交往前需要试车吗？在镜头前面当然说不要。那你会觉得女生比较吃亏吗？其实也不会，有时候女生也蛮开心舒服的。我就觉得我本身比较没有会吃亏的问题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本身没有吃亏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试车被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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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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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舒服。你开花了。好舒服哦！天哪，真的假的啦？好啦，不要闹你了，免得你觉得我是变态。不要闹，免得你觉得我是变态。你认识的车多吗？应该不少哦。你知道有个品牌很厉害的，然后它的 logo 有一只马，我就开那种。宝马，宝马没有马，贵，谢谢。宝马没有马、啊，谢谢。哦，法拉利。法拉利啦，对不 对？法拉利。对，没错，差不多。不过他的马是站起来的，我的马是往前跑的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坐过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有坐过吗？没有坐过野马。你知道有一首歌在专门讲野马的吗？什么歌？我唱给你听，你就知道。嗯。吹啊吹啊，我的脚放纵。吹啊吹啊，我的脚放纵。吹啊吹啊，我的后庭花园。吹啊吹啊，我的后庭花园。那个是椰子。我只是想考考你。啊，我只是想要考考你。嗯。想说你也算才女，你有出过3张单曲。我模仿一个人唱歌，你猜猜是谁？啊，我模仿一个人唱歌，你猜猜是看是谁？好。你说你小杨桃。你说你像杨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是张宇的歌，是张宇吗？因为是他的歌。不是，不是。
不是，不是，是罗大佑模仿张宇。哎，你车况不错哎。哎，车况不错哎。是啊。还蛮好开的。你都有定期保养吗？有，我现在头有点痛。哎，你平常试车都这么吵吗？这么多问题、啊。我是觉得我跟你特别有话聊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我特别跟你有话聊。不是，客人会被你吓跑，而且很不舒服。要回去了没？好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还有问题是不是？你开车是属于女杀手还是三宝类型的？我算是已经从三宝进化成女杀手了。哦，那我考考你。哦，那我考考你。这是什么功能？哦，指那个方向灯拨杆。这是什么功能？方向灯。不是，这是拎杯要转弯的啦。转你个头啦！好，那指双黄灯，说这是什么功能？那这是什么功能？就是暂停啊。错。三角灯啊。错。这是拎杯想停哪就停哪啦。这是拎杯想停哪就停哪。不是，不能用这种语气。真的会被打。要激动，要流氓。拎杯想停哪就停哪啦。好啦，我再讲一次啦，这个就是拎杯想停哪就停哪啦。好，最后考你一个。啊，最后考你一个。好，指着喇叭说，这个按下去是什么功能？这个按下去是什么功能？喇叭，你不要乱按哦。不是，错，这是战斗邀请功能。站你个头啦！你要跟谁邀请啦？要按看吧。不要，不要，很没礼貌。好了，那你坐过的车对哪台车最有印象？如果要讲车的话，我觉得砂石车。哦，你有坐过砂石车哦？有啊。看想要买谁，顺便买一买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他们每个人真的、嗯。那最后我给你一个宣传时间，看你想宣传什么。哦，其实我也不需要宣传，就订阅我就好，赶快放我下车。真的很不舒服。他在说，其实我也很想下车。其实我很喜欢下车。真的、啊、你很不舒服吗？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好了，可以先关机了，等你们回来。哎、欸，你第一次这样子啊？啊，再录。好，可以关。不要关，不要关，继续录啊，继续录，继续闲聊，记录，继续不要关了，继续。闲聊，你们闲聊，你们闲聊。泰山，你跟他讲，那我现在开始，我要做自己了。那我现在开始，我要做自己。你说你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他，你不能这样子。终点要落脚。还是你想听什么歌，我唱给你听。还是你想唱什么歌，我唱给你听。我要下车。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正在做自己。你可以跟我闲聊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跟我闲聊。所以你真的是被试又试哦。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我被设定了。我被设定了。你不但被设定，还被设计。那你有没有在车子里面被试过？嗯，在车子里面被试。被试过。嗯。哇，这很劲爆哎！那有没有行车记录器、啊？没有、啊，可以跟你要机卡吗？那一定要洗掉、啊。我想听你的叫声。我可以现在就叫啊！现在啊！啊那感觉不是很舒服哎、啊！我觉得那个他让你没有很开心。泰山，你刚刚是有叫声声演的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太好笑了！你可以跟罗拉讲说，你可以放心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做自己了。啊，你可以放心了，真的做自己。好尴尬，我不讲话就好尴尬。哎、欸，他们看得到我们的画面吗？嗯，他们只听得到我们的声音，看得到我们的画面。好不可能。你不跟我说说话吗？
不然可能一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说话了。你不跟我说说话，不然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话了。会吗？我觉得我们才刚见面，刚刚已经说够多话了，歌也唱了，秘密也说了，可以跟你合唱一首歌。好啊。半夜睡不着觉，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他是知道歌词。再唱一遍，我要帮你找歌词。快点，快点，把心情哼成歌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跑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，但我接得下去。我有点唱不下去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弄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带着希望上去，乃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。哎，这是女的唱的，我们要不要直接唱副歌？我们要不要直接唱副歌？刚刚是女的唱的。哦，副歌是哪里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哦，那我们的那个 key 可不可以调一个标准？不知道你们唱到什么 key 去，我很开心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好了。那不然你最拿手的歌是什么？就屋顶啊，快点！是啊，唱啊！唱啊！你说屋顶吗？我不会唱。要不要直接开扩音，大家一起唱？救命！要不要顺便载我回家？这边右转，桃园可以到了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样子的要求。真的要带你回家吗？真的要带你回家。没有，还是我家也不错，因为我怕我妈会吓到。还是我家也不错，我妈不会怎么样。我怕你爸会怎么样。我就是啊，好尴尬，怎么尴尬？我怎么觉得他们很开心？真的痛！你们再不赶快回去，他们要死掉，笑死！为什么？有这么好笑吗？肚子好痛，我不行了。但我怎么觉得你试车开好远，不知道再去哪里？我找汽车旅馆一直找不到。我找汽车旅馆，什么东西啦？哎，我现在报警了，他在救我吗？你要跟人家讲快到了，我觉得他好像真的很怕。快到了！你说你想要逃，你说你怎么了？他不是还要唱啊？给我换一首。我真的想要逃哎！就是他说我想逃。你说你小两刀，你只会这一句吗？你是不知道后面的歌词？都不是，是控制我的人只会这一句。不是，是控制我的人只会这一句的。真的？哦，我不行了。那你自己唱一个。那开唱唱唱热狗歌。热，他不会唱热狗歌啊，我都不会了。我觉得泰山是不是有在加速，他想快回来？油门踩蛮。对，我觉得油门踩蛮大力。你觉得我开车技术应该还可以吧？觉得我开车技术应该还可以。我觉得不行。哪个部分？你看，他这样刹车我会舒服吗？而且他这个油门在一直吹，然后泰山不好好开，在那边唱歌。我以为关相机过热，不要吹冷气。
帮你开冷气给他吹。啊，关机了。关机。我以为观众喜欢看车子跳动的画面。不是，你如果要拍跳动，你要早点讲，我就穿得有诚意一点。啊，你如果是要唱歌，你要提早讲，我不会上车。对。唱歌这一段你还想聊？你现在想聊唱歌这一段？那我可以再唱最后一次吗？换一句可以。换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那你唱学猫叫给我。我不想努力了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阿姨，我有律动一点。不是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你是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你收了多少钱？阿姨是白露，阿姨是白露。那可以念 rap 吗？好，你 freestyle， 老舍一下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然后哎，你真的不会下一句吗？乱粉，好想帮你查歌词哦。这就是乱粉，这就是乱粉。啊，终于回来了，恭喜你解脱了。终于回来了，恭喜你，我们解脱了。好，走，我笑不行了，我眼泪一直喷。走，快，表现非常好，表现非常好。好无奈哦，尬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好委屈，然后我也很无奈，然后你倒是蛮开心的。其实我一直听到笑声很大声，那你听得到哦？听得到笑声。哦，我们真的笑太大声。对，我觉得蛮成功的啦，好不好？希望如果你看到有第二集、第三集，就代表希望有第二集啦。对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们再这个邀请你。进化版。对，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罗拉，好，罗拉的频道也订阅一下，对，要订阅 IG， IG 也订阅追踪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下次见哦，拜拜，拜拜，耶、yeah, 欸，成功哦，我觉得蛮成功的，太赞，再唱一次，太赞，再唱一次啦，我要唱哦，我不想再唱，太难听了，快摁，自己不会下一句歌词的，我会，我故意的。我要唱，你再唱一次 rap 吧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又落脚，又。Yeah， yeah。好想打。Peace。好，拜拜，谢谢订阅。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聖パカク、早く聖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，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